Hello， 我下班了。刚刚老板在办公室谈交接的工作，所以就耽误了很久。谈的话，本来是以为谈另外一个同事的交接工作，交接到我身上，结果是好像是谈我们两个的交接工作。因为我也是向他提出了年底要离职，然后我但是没想到的是，这么快吗？因为我想到我的工作的话，应该要人找个人交接，结果他连人都不需要交接就直接就赶人走了。然后听别的人说的话，是因为节省开支，所以就什么什么的。我在想，你公司不需要人运营了吗？不需要运作了吗？节省这一时的什么，就这么一点点的东西，能节约多少的成本呢？啊，天哪，有点真的是无语了。看来今年又是一个穷年哦，今年不太好过了哦。因为谁都想做到年底这样子再回家，年初的时候再找工作，这是最好的。结果老板感觉他一点都不体恤民情呐，即使，哎，搞得我好无语啊。好了，我要